在剧组我们都叫他北拔彭爸，彭爸是一位资深电工，今年入围的很多片子他都有参与，现场拍摄有电才能启动，所以电工、制片组、美术组永远是最早到最晚走。但很遗憾的是，电影如人生，人生如电影，彭爸比我们先杀青了。这是一个迟来的奖项，但是是我们剧组这个大家庭和他道别的方式。电影开拍了，基本上都不会遇到他。你们跟他彭爸拉相处的时间比我们跟他相处的时间还久，所以你们应该是比我们还了解他，知道的他比我们还多。他的工作好像也还没完成，也算是他的一个算梦想吧，就试着看看拼到最后看看。长长的河坝，弯弯的路。水路泱泱，从这边开始到，从这边下来。我是一个菜鸟灯公司，所以他也不会就因为你菜，然后就不给予你任何的资源，他反而会协助你说，哎，金汉，你这边可能需要多少的电，那我可以帮你准备。他前一晚就连夜帮我们备好所有需要的东西，很快速的帮我们把后面整个一个月多的拍摄期所需要用电的东西全部帮我们排除掉，不然本来是无法开拍的。他的那个线程是非常整齐的，大厂啊，帮他收线啊，帮他洗线啊，他都不愿意。他说：“你们都不懂我要干嘛，你们都不知道我要洗成什么样。”这个是对自己工作一个坚持跟尊重。这个人根本就是像爸爸一样的温暖，对，所以我们其实都很习惯称他为阿爸或者是彭爸这样子。这是我们联合送给是阿爸的用爱发电，然后夜见暖男，我觉得这个称号就是真的很适合给阿爸。在婚礼现场在接待的时候，突然彭爸就牵着阿姨的手，突然就步入了婚礼现场，哇，我整个就大吃一惊，然后就抱着彭爸，彭爸就谢谢你来这样子。他就默默拿着烤布丁还有乖乖，就用台语讲，我知道你醒来就扣哎，烤布丁给你吃，还有乖乖给你吃，吃甜甜心里就不苦了。然后我刚刚说，彭爸，如果叶倩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暖，你都没有电，啊，灯光是马边怕电啊。这是父亲节画给我爸的卡片，第一个就是他大便很臭，他之后上完厕所他都会把厕所门关起来，喝酒之后他就会变得讲话比较好笑，我就是会扭来扭去，然后就是我知道他其实也是很爱我们大家的啦，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坦白这样。像一个世界水深有路，哎，小一点，水深有路，自然有路。用爱发电，业界暖男，第57届金马奖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得主彭仁孟，我请他的公子彭思燕上台。
们这边从小的时候就常常跟人一起到拍片的现场，然后他也在拍摄现场教我们使用这有关拍片的知识。然后我也很开心，是金马奖可以给他这一份肯定，然后让他长年以来的工作的经历受到了这样子一个大大的肯定，也是很遗憾他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代替他向大家说声谢谢。谢谢颁奖人，也恭喜得奖者。亲爱阿美，你好无？明仔载，阮就要送阿勇去学校。顶边好三天，好甲丢筋，这边敢若好一暝，足乖。因同学的老母甲你同款，去便宜了就无转来。我烦恼阿勇的黑白相，但是伊甲同学作伙，足勇敢。骂完叫我免惊，伊讲了对。啊，佫有一件代志，阿勇讲伊洗身躯的时阵，伊拢会唱一首歌。你即马听看麦，佮阮知影是甚物歌。好不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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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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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都拢互你唱就好啊！爽。